看看新闻网。凭借着《佳期如梦》《爱在春天》等热播剧，内地新生代演员陆晨人气极深，成为荧幕新宠。11月9日，陆晨来到上海，为11月11日上映的影片《少女灵异日记》宣传造势。一直以百变角色示人的他，坦言喜欢接受挑战，磨练自己。他还透露，已经拿到了电影版《流星花园》的剧本，有望出演剧中的女一号山菜。一计时作的他表示，不怕被拿来与大 S 版本做比较，不过最后是否会出演，还是由公司作为考量。至于新版本中的 F4 将会有哪四位帅哥来担当，陆晨三缄其口，不愿透露任何细节。确实，我有收到这个电影的剧本，然后我已经开始在学习，在与这个包括编剧进行非常认真的沟通，但是呢，是否会接和接演这个哪一个角色，还是要公司做决定。但是可以透露的是，已经是第二角色，是山菜一个角色吗？主要角色啊。那知道就是其他这个 F4 像什么？因为我一直都和帅哥好像结缘的有点少，所以这个戏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，肯定是帅哥。哪答的有？能先透露一两个吗？听说谁在名单内？不能说哎，这个是我这投资方的非常大的一个秘密。但是我相信是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应该可以，有外来的人员来进行合作。那如果自己要选 F 的话，会选谁？你们心中的是谁呀？我跟你们都一样吧，我想要帅的，个子高高的。对，主要是，我还是希甄嬛啊，我还是希望能跟，棒一点的男演员，然后，有一些想法的男演员，大家一起合作，一起玩起来。因为我觉得拍戏是一个，不单单是学习，包括是，需要互动创作的一个过程。